把普林斯安阳灵报到了，就无刷刷灵，有一份气足。这份足呢，就按一灵看无妙。相传啊，路过路有一位秀才，有写写三家三事。经过这个呢，吞了锁链，这个按看无石头呢，就拜起石头也很旺。后来啊，伊靠拢古人，这份石头呢也因出得名，看无石。味道好，最后子呢也纷纷慕名来到这个很旺。人家这个就是同说，路过路啊，三家三事，不论是秀才、古人、正史，都是经过层层双薄的经营。伊人之所以会成功呢，更多的是因为伊人有古扎实的学识甲过硬的才华。就挂布着呢，只是伊人心中一个美好的寄托。是高度学者对美好未来个向往甲追求。据说啊，只往石头顶呢，还有一处古石刻甲一个香卡石。关注我，下只去叫恁登着山顶来去找传说中的香卡石甲古石刻。当时为所有参加高考的学生向往，望恁落笔写话，望伊见下。